这次比赛我觉得整体我还是比较满意吧，有些地方也是可圈可点，但是这当中肯定有一些不足，还是需要今后回去的这种训练去弥补吧。我觉得首先决赛这场球我们互相之间都非常的熟悉，所以我觉得输赢都是正常的，希望自己能够好好去总结，同时也感谢在场的所有观众，他们非常的热情，感谢他们。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公开赛，因为我本人也非常喜欢韩国，特别喜欢韩国的美食。对。